是第一。苏月无痕第一 ，CARA 第二，饲养员第三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们来好快哦。好了，我一会儿就那个。可以，好运来。这是辫子，不是鞭子。我们来放放东西，来了来了，感谢大家啊、哦！谢谢粉丝的吃的零食。等我搜一下，这个是不是能开灯啊？吼吼吼，会好一点。谢谢烤串的奶茶，怎么笑人了？我跟你讲，今天。我们来了个新姐姐做头发，她做不好，就很难过，老是拿我们练手，左心都做完头发都快崩溃了。啊，不行！真的。晚上好。没有，对呀、啊，他们分的不齐，他一半一半。没有。哇！谢谢果果。果果好勤快啊！果果对果果洗了水果，啊，我要来吃。月小姐，我早点下嘛，因为我明天要拍照，她是早上。草莓，粉丝送的草莓。果果真的很勤快了。不是，我只是饿而已。人家跟我说这种，以后什么事情让我们做，你也不能。哇，果果好勤快呀、啊！对，果果好勤快啊！坐下头还得做，麻烦。甜的。没事，我想搞这种套路，你又不知道。嗯，草莓乌梅很好吃。嗯，这个草莓好甜，比我自己买的甜。我记得我那一次在。就是排练的，我们公司楼下面不远处买了一个草莓，特别酸。我哪傻了？你才傻！你不觉得这个很俏皮吗？吃到东西好开心。你才土啊。哼，草莓甜不甜？甜。来，去来一个这个吃。好，我们开始认真直播啦！难吃饭了。今天晚上的饭特别难吃，就是真的很难吃，我就吃了几口就没吃了。没有，一点点，就分。有，我们那里一堆。对。啊，不行，我尝不了这么多。对，大家一起在吃。太黑暗了。哇哦。我馋了，对，我想吃烧烤。姐姐给我做的，但是她没做好，她后面这个都没分齐，就很烦，气死我了。再两个双马尾，然后过后想想还是编起来吧，因为本来就是分的不一样嘛，就一边多一边少，编起来就好一点点。哎呀，不许笑，气死我了。
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我跟你讲。你干你的衣服。太大湿了。啊，它没亮是吧？想到带蝴蝶结啊，
不管了。嘿，我这里有我以前的猫耳朵。也不是不。猫耳朵戴反了。啊，还挺可爱的，我可以拍照戴。以为是假发片，什么假发片？看耳朵，耳朵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夹子啊，它你看，它是小夹子，它就夹在这里就好了，就夹上去。我感觉这边耳朵没有这边耳朵好看，它两个耳朵不一样，你看到它耳朵不一样，它长得不一样。等会可以用这个来拍照。为什么公演好看还是直播好看？快说。说，用枪抵着你的头说，哪个好看？都好看。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啊，他没有发表，他还没说话呢。真人更好看，真的吗？那要怎么都丑死了？那要怎么都丑死了什么呀？我没有听懂这句话。等我哪天去剧场了就知道了。你都没有去剧场，你怎么知道我剧场和直播两个人啊？就张口胡乱说话，小心我把你的牙打掉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可以看公演直播啊？哦，好像是哈。公演直播我是不是不好看？公演直播有时候显得我特别圆润，就没有下个线，全都是给我一个不一般的答案，不一般的也要是好我想要的答案，你不能给一个不一般我不想要的答案。坐镇公园门口大好看，我就要这种的。我去看看录播，我就知道什么样子。啊！不要吓我！我今天其实这个发型我后悔了，我特别后悔。但我没办法，我后不了悔。你为什么大繁体字啊？我看了好久才辨认出来。你确实该后悔。我去浪漫的话估计东西都卖不出去。哼。等一下抓住我。对呀、啊、但是发型是姐姐做的，但是我要求的呀。我本来想扎两个桑马尾，这个不是答应你们吗？这一场扎桑马尾，然后扎完桑马尾过后，我说还编了辫子，因为我没有编，我好久没扎过这个发型了，我就编了辫子。我后悔的是我后面的中线没有分齐，它很歪，它你知道吗？没分整齐就会感觉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就是头发没分整齐就会很奇怪。饿还饿，等会儿下播了再吃嘛。没有啊，我今天特别饿，饿死了。吃啥呀？我们说等会儿去吃蛙，所以等会儿直播完了去吃。
我明天要跳舞，我要学我的尤里特的舞了，我还没学呢。对啊，圣诞的舞我都没学，得先吃点零食，等会儿再吃嘛。啊！不要提了，气死我了。就是，什么人气高呀你？雷区吗？我好后悔昨天20块钱，我还没给左心呢，钱我都还没给的，我等会儿给，气得我都不想给钱。谢谢 YYYY 送的元宝，没有，我等会儿给，不行，都不好意思，我等会儿打钱给他。我没给钱，天哪，我就没钱给了，就没发工资，我好穷啊！朋友来重庆玩吗？太穷了。然后说我很瘦，吃东西都没钱了。你长胖了，然后就给我再发二十块。那你帮我，就是点蛙吗？我就你可以免费吃了，你给钱，我帮你吃。对呀、啊，公司 OK 问好，对啊，就是你送皇冠为爱发电大笔，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钱去吃蛙。OK OK， 你们说 OK 又不给，我可以呱呱叫你自己来。你呱呱叫，你没用。好的，姻缘聚会和苏月说要请我吃饭，欠我一个为爱发电，你们两个加为爱发电加一，送了一个皇冠，这个是假的，你都不知道，假的会被抓起来的，这是叫什么？打假。你要会动的，对，我要看特效的。为爱发电就吃饭，那就李清明了。没有啊，为爱发电扣完税，公司拿了过后就差不多可以吃个什么火锅啊什么的，蛙什么的东西。没娃娃，没有人给我买娃娃，吃不起娃娃，太难过了。我还有牛肉，可我现在只想吃娃娃。你把你哭笑了，我就想吃娃娃。对，你足够好吃，因为想吃娃娃。投喂食物吗？什么？会飞？我要吃店里面走煮熟的，是吗？我听落下，听落下，可以抓蚯蚓。不知道呀，笑人的很，抓蛇。我还给你制造娃娃，够不要，我要吃电。
么难哭，数不到。小声一点，那好，我小声一点。我要唱歌了。你们不喜欢这种歌吧？这首好运来送给你。其实我感觉不是很大声啊，你们觉得很大声吗？哦，对，九九，昨天你都不在，本来想送歌给你，你就跑了，过后我就下播了。你欢迎你点歌。什么？听不清我讲话，我们来玩点数字吧，点歌没有意思，快说一个数字，快说一个数字，十七，我看看十七是什么，没有点到我喜欢那个，不过这首歌也挺好听的。哇，他原来是因为这个你喜欢十七，天哪，可是十七不是他的吗？天哪，这是什么三角恋啊，我磕了我磕了。此首这首与你成歌送给九九，你们大悲同年。但是有一天听窗外喧哗，一动开始习惯期待一场初雪落下，最近还好吗？对空气说话，往往问候四三天涯。长大才懂得，当天失去更让人害怕。属于自己的快乐，我想将你的好日子不是罪吗？听你的歌，猜测你想传递什么？我做背叛的承诺，守着你的执着，你是星空下的万千灯火。你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过客，最怕你某天就已散去，做离开的选择。听，诗和远方曾来过，容易你眸中的清澈，与你同漂泊，看成碧落，做自由的河，你的手为了时间对与错，心电影。请你唱歌，我清醒着跳动的心，肯为你大起大落。谢谢山草的奶茶，是吗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人，在里面，在化妆包里面。啊，谢谢谢谢九九送的暖暖，比心。谢谢九九，然后这首与你成歌送给九九。车平一处站在阳光下，吹绿了新年，烧了烛花，雪几分潇洒，将未来涂鸦，时光足够温柔了吗？有万物的这才像地上的雪花，速度为你改变有何不可，
好的青春年少时曾赴汤蹈火，可有些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感慨过时光匆匆，能重来就好了，回不去的脸化成爱未落，梦中的辉煌起伏离阔，梦藏在夏末自圆其说，万般不舍向远方曾来过，就以你梦中的清澈，愿你一同漂泊红尘碧落，做自由的河，你的手温暖时间对一窗，世别樱花几年春歌，我寻寻这跳动的心，可为你大起大落，诗和远方曾来过，终于你梦中的清澈，听着遗忘的歌，笑过哭过，不由谁附和，那些年感叹过悲欢离合，终将会被岁月消磨，我又能记得多少呢，生以后期许够了。好，这首歌送给九九，然后九九还可以再点歌哦，快说数字吧，我们来玩，就是点数字。做好音。欢迎点数字二，二。哦，还好。二就是我，就经常给你们听的，那是我悲伤的歌。就是很适合你们，如果刚刚我说你喜欢，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十七，然后十七又喜欢苏月，然后苏月、哦、就是这种三角恋的关系就很适合，真的真的真的这首歌很适合，然后这首裂痕送给九九没有没有，我就开玩笑嘛，就是这首歌就很适合那种就是习惯略带不安，这是天天吗，要是心健康就要不要伤心，你明了浪漫，不喜欢就更适合听这首歌了，悲伤挣扎，世俗的笑话，无法被同化，还赐给我伤疤，拉上我的麦，和你能做到不爱我就要假装深情款款，要我来拆穿，为何你不可以坦白叫我落大方，像当初一样开始的那样，裂痕在发烫，悲伤成长，世俗的笑话，无法被同化，还赐给我伤疤，为何你能做到不爱我还要假装深情款款，要我来拆穿，为何你不可以情况宽，要我来拆穿，为何你不可以坦白叫落落大方，像当初一样开始的那样，为何你不可到不爱我还要假装深
感情很好，要我来相信。为何你不可以坦白叫我无法像当初一样开心的了。然后这首裂痕送给九九，这首这个是我的烫睫毛神器，今天它没有电了，我就正准备充电呢，但是等会儿充电，它就是这样烫睫毛的，懂吗？神器，烫睫毛的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你的睫毛就会很翘很翘。今天因为没有用，所以你看我的睫毛都不翘，我平时翘就是烫了睫毛，睫毛都是立起来的。不是啊，这是就是个烫睫毛的，呼呼。你还以为是真话筒啊？你裂开了没有？我怀疑，就是你们刚刚不是树叶说他想把 CP 拆了重组吗？我怀疑他就是移情别恋了，所以大家都可以乱组 CP。这个真的。这个很好用的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。没有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哇，这首歌那很适合你哦。为了让你开心一点，我们来听哈哈哈哈吧，让大家不要这么悲伤。算了，你们可能不想听哈哈哈哈，我们来听点其他的。我们来听这首歌的也有 rap 哦，都是想象，我还不肯忘，我装作你心地很善良，卸下你伪装，对你我不设防，你对我的隐藏都被妥善包装，我分不清你是否还在说谎，看不出你是哪一种模样，你继续隐藏，不用觉得紧张 ，baby， 请你放轻松，索取种种都清空，别再抱怨没听懂，不切实际的听懂。今天对上班没唱够，一点一点放下，不愿再被击垮，关于你的一切情况选择装聋作哑，我还是习惯深夜捧着十字直到每天，脱离你的轨迹也终于脱离危险，无意大点噼里啪啦，坏掉的汤面叽叽喳喳，这点血大叽叽喳喳，热火不不好吗？你看我多好。不要再上演重复那段画面，你还在纠结说这些那些，我在深夜清空关于你的照片，当作消遣待在自己的房间，我脱离了危险，离危险，离危险。这个是不是很好听？我脱离了危险，离危险，是吧？下次给你们烫这个。每当我把骄傲的方向切换，你是不补，我把抛弃。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不会后悔。晚上不睡在酒吧没完醉，醒醒醉不会后悔。不再窥探你的微博，被朋友问起的我，始终保持沉默，不愿自己承受那段和你反复拉扯。完美执行了自己的计划，把剧本放心里，再说些问题搞得你屁话，到他在等我打通分手的电话，到底是我瞎还是像你说的心太大，我就像世界上的雨，真的想死。你别再问你了，只要喝下不计代价，走着那面你还在说些值得那些，我在深夜清空关于你的照片，当作消遣待在你的方向，我的你的微笑。哎，他把我切割了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还给你唱那首歌。他帮你切，这首歌很好听。
这首歌很开心。万里花月了四十天，在水面碰头，谁知我身上霜寒山，拖鞋又潮透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匆匆赶到公园口，见他一来到，你看那身材多苗条，脸儿比花娇。我有心表示对他好，上前又拥抱，他转身赏我一耳光，难道认错了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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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别跑啊，大家不许跑啊！这首歌送给九九吧，你麻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埋在这，我跟你唱，大家都不许跑啊！期待心头，向他问为何要迟到，就他的一瞬间跌倒，拖鞋没换掉，他说为了约会心急躁，和我一样喵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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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许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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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工徒好喧嚣，工徒无意间天咖啡厅里跑，到临别时候那一招，清醒更可笑，原来他不心疼不心笑，我也不心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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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是不是很好听？我知道你们肯定听那些都听烦了，所以我就专门找了新歌给你们听。他们不会的，是不是很感谢我？开始打嗝了。我是怎样的？可能你是那样的。我们来听这个吧。我没有喝到奶茶，我特别想喝奶茶。很欠揍。你有本事送个真的，假的没有意思。他会分手然后 say no no， 我也不会在意他会点 coco， 喝着奶茶我不在意，我继续我的生活，不管你哪里分手然后 say no no， 我也不会在意他会点 coco。 哦，我想到奶茶我就好伤好伤心哦。啊，我的20块，我的20块。算了，不听这首歌了，太难过了。算了，还是听吧。好过分哦！我下播了就给。喝起来茶好不在意。会给的，真的是。我也不会在意。那是左心的吧？什么意思？我要给的，我要给的。我连奶茶的钱都给不起了。妈
们能加上好运还是知道的。我昨天太伤心了，然后洗洗就睡了，然后今天公演，我等会儿就给，对吧？很嘻哈。然后 say no no， 我也不会再以后点 coco。喝着奶茶我毫不在意，我只是我的生活，不管你在哪里分手，然后 say no no， 我也不会再也会点 coco， 骑着白马毫不在意，再也不会那么弄我。不睡着啊，我很正常啊，我哪不正常。谢谢谢谢 SMH48 预言送的元宝。把我的听到芭比在吗？对，芭比我们来听这个。哎，那首歌在哪儿啊？算了，让他自己播吧。这首歌也可以。怎么吓到我了？我在练 rap 呢。飘着蝴蝶，背负着你们的痛，等你的翅膀即使没有应用，有谁抓住我？算了，我给你们唱，哈哈哈哈哈。算了，等会儿唱，歇一会儿，不许走。谢谢谢谢 ，SMH48-1 送的奶茶，可以吗？什么可以？你想听什么？你想听哈哈哈哈哈？我不是一直都很嗨。谢谢芒特丹 C 切尔西送的玫瑰花。你变得不谦虚了，这叫自信。谢谢四合园的奶茶。为什么听了直接可以睡啊？你们不能睡觉。抓住我，来我们才不会逛呢。谢谢切希尔送的十朵玫瑰花，这首歌送给你们啊，嗨起来。大家有没有想我呀？别再耍帅，快来参团，别再群里打怪，被我盯上之后你到底想去哪？看我身手矫健的绕过防御塔，这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群里白当个愤青，就算是人像的个体能让我动心，你阻挡不了凯尔，真正才是我的动心。吼，先挑我一件，月台墙上不是爱好，只是我的执念，中路集火还是我中腹几遍，可以瘦但别操控，我就是我的底线。我最爱玩吃鸡的朋友都在等我新歌发布，他短暂时间中上多好听啊，哈哈哈哈，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，哈哈哈哈，对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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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哈哈哈哈，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就没怕，哈哈哈哈，咋了？我宛如教科书的操作让你难以置信，队友的技能都没有，但我强调自在，带你脱离苦海，给我来颗毒奶。超人也得和所有去尊师超神，躲到旁门岂能抓着强人，跟我皮过的都是道上亡魂，哈哈，你想还有谁能够比我举办更大的威？
不是这种。好，打不过我爸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，哈哈哈，对不上我爸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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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，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，哈哈哈，踢不过我爸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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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等杀敌图。有没有人想点歌啊？谢谢谢谢素心和送的奶茶。有没有人想点歌啊？哦，这首歌也可以。点不起。一口奶茶吗？没有奶茶。哦，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素心和的两杯奶茶。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哪怕我一无所有。点嘛点嘛，可以点数字，我们来看会不会中奖。谢谢素心喝的八个奶茶。放心，对不起熊家丁，我漫无目的，我听你不创新，做应援棒不能点歌，可以听我唱歌。谢谢切尔西送我十个巧克力。你虽然不能点，但是你可以听我唱啊，你好是吧？求我唱个正常的，这个就很正常呀。还没给你发完的短信被我藏进手机，哎呀，你知道我的脾气吗？吵架我从不回头。对，200个应该就有了。真心不怕多远。你看我是不是痴心，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话，你看我为你，我讨厌你的天人，因为他跟不配不配。可以表演你的可爱动作给他大家看吗？什么可爱动动作啊？我现在不很可爱吗？我一直都是可爱动作呀。就好可爱，点什么都可以吗？对啊，点什么都可以哦。不是吗？关机有关机，对不起请关机，我漫无目的，我总是力不从心，这次有关机有关机，我焦急像过洋相机。要吧好吧要吧，电话还要不要打，打你电话没说够我们的心。高高高，相信你是真懂，如果你是真的懂。你都学会了，我还有一首歌，你肯定不会。关机有关机，对不起，谁关机？我漫无目的，我总是力不从心。这次有关机有关机，我焦急相公要放弃。幺八八幺八，电话还要不要打？顺便拉倒。你说你叫我爱你，你就没说求我。等会儿唱给他听。还是会想你，特别是晚上我朋友电话，我跟谁讲？我知道九九很喜欢这首歌。上水卫龙送给九九啊。红领巾小红帽搭配到这个心思投来羡慕眼光，但是我不 care 目标，妄想学校残暴近三岁，就是教室开始挑战街坊。什么能唱不？我好像没听过你说的这首歌。你里面的是无变，考试永远100分，考试成功的话考完还是保温。你们这些坏孩子不可拥有脑门，我嚣张的就像两只小的豹纹，我把脑门跑慢作为盾。上学威龙，上学威龙，除了上学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，我是上学威龙，上学威龙，除了上学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，全校第一是我。
这要是我表姐，开学典礼上敢卖个房子给我交钱，老子就是傲慢，你能拿我咋办？你们这群傻蛋，你们这群小孩子配回家啃啃你们大班，我分再看都不大班，你敢走进网吧，我就把你小腿打断，走出战场，你说出场。扔掉你的香烟，你这个坏孩子，我不跟你们玩啊，真是一帮败家子。你是偷看啊，你当我是傻子。家子，夜过目不忘本。上学威龙，上学威龙，除了上学，除了上学威龙，上学威龙。除了上学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我常常逃学去你们上的高中上课，数学课背对我的身就像小儿科，就像当上半场体育老师教的赞扬我人性。下是不是我敲诈，我一套拳法把他讲的人生掉把，老子你我买不买得起全家的喜羊羊，哼，老子小学真可以杀满黄浦江。可是小姑娘小姑娘你可是我帅哥，难道你是一种错误，我跪在操场上，别我别无理。上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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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上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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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上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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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威龙上学威龙，除了上学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帅，好不好听？我还有来 rap， 全校第一是我。这首据说真的有神，也很好听。我有啊，这不就是杨坚的歌曲吗？觉得真的有神是一个孤家寡人，可就问见过那扇门，是我太孤陋寡闻，就坐云观天一个小房间，然后对着凡间指指点点，或许需要一个主动的聆听者，而非轻易的或是呆的治愈者，要保持清醒，不带囚禁被蹂躏的灌输的认知之下，做一个故意野鹤，举手挑战反对的意见，就是眼看腐烂，我捏了一把冷汗，才就被世界最毒的紫罗兰。一个事实的陈述，即使要走一万步，看前方困难全体全都视如无物，看过什么书，走过哪条路，拨不开的雾，发不出的路，不万劫不复，都要对面的灵武才修罗布。开起来！什么？懒人吗？懒人这首歌也很好听吧。当我们最后向明日低头，认为自己在欢迎时的独角兽，是个听天由命的不听我走。你的猫帅哥。哇，谢谢谢谢。芒特丹飞切尔西送的暖暖比心，欢迎点歌哦，欢迎点歌比心。这是一阵风，欢迎点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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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经济舱，好的，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。经济舱，哪个人唱的呀？这个人吗？那些熟悉的歌的歌。
的呀？是第一个这一个还是这一个呀？应该是这个吧？是刚刚那个还是这一个呀？是刚刚那个还是这一个呀？咖啡壶？没有咖啡壶啊。都行啊。那就这个吧，来重新来。好，这首经济舱送给芒特丹 C 切西尔切尔西。不同的电话，我好好唱，我每次都好好唱啦。轮船起飞，留下回声。走之前和抱抱，通道熄灭，用车灯。保安先生说：“先生，请戴好口罩。”抱歉，忘了戴耳机。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的身体，私人情绪检测不到。从三跳进机场的喧闹，我的行李箱没有电池，除了衣物之外，只是梦想和偏执。板着脸的司机小姐给我点面子，为她点了一身棉的痛就现实。一股忧郁和心情通了电，类似情况很有趣。像哎，大好快啊，见了面，但不好意思，我的座位还在那后面。的是这家灯火，我的理想生活，灯火美景，心的祝福。可我需要独处，我坐在经济舱，机器人我反反复复走孤独的路途。你看星星无数，现实上面你藏着不哭。然后这首经济舱送给你的名字好难念的晚上，跟我轻轻唱，就算你在经济舱，拨不通的电话信号丢失在尘上，却不是经济舱。对，切尔西，这首经济舱送给切尔西啊。不可能面壁，在舱机位毕竟看不见，窗外的神秘有求必应。总之发芽前的比拼足以比邻，不可思议的韧性来自经历，你别不信。一粒纯净的叶子，一麻射线，不不不不。心相印的别人情长，劝我清唱，毕竟放在里面，身在经济舱，可我心在天边，和我轻轻唱，在心经济舱，拨不通的电话的晚上。虽然坐在经济舱，拨不通的电话信号丢失云层上，要做人上人，虽然你在经济舱，拨不通的电话遍布星辰的晚上，跟我轻轻唱，就算你在经济舱，拨不通的电话信号丢失云层上。生活不是经济舱，轻轻唱音的人别停止想念，轻轻唱。经济舱，可我的心里都是好快哦！谢谢切尔西送的巧克力。大大学生，迷途中没有闭眼睡一觉，黑暗中闪着海上的电号灯。回着说：“戴杰先生，你很有礼貌。耳机用惯了电池，没有音乐，我回了在现实。某种情绪再也忘不掉，从经济舱上跳舞的喧闹。”听不到，听不太到我自己说话。戴杰好努力的时候。叫谁呢？在哪报名？我自学的，我就是个天才，是吧？我的室友很多啊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的室友有闪闪、小赖，然后左心、慧慧。我真的没有，我最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。我肯定会像我这花了钱做什么？动物界背负你们的痛，锻炼的翅膀只是没一点用，别妄想抓住我。
就习惯就好。好，我也很温柔啊。因为你追，结果还是会用下巴给你挣回来。岸边有的龟，我们是谁能看得清？那飞的不一定，到了最后一刻都不要造主亲戚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被森林中黑暗冲出去。对，我哪威胁你们了？没有好吗？等等，我看一下消息。一件坏事，我挂了一个人的。明天要不要来看妮娜？没回。对呀，下次见。我妈。我很淡定，咔嚓，挂掉。我明天再打给我妈妈。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明天再给我妈妈。不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接了他会骂我，他说这么晚还不睡呀、啊，我都知道。不是，不会的，他及时都不会打微信了，他及时就打电话，就像那天他要做手术，他就是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有急事他就打电话，没有急事想聊天他就是微信。喂，我妈懂不起、啊。这是个蝴蝶背负你们的痛。不管他，不管他。啊，谢谢谢谢三草的暖暖啊。还不知道说什么。谢谢谢谢谢谢三草的暖暖。欢迎点歌，欢迎三草点歌，快快快点数字吧，我觉得点数字比较好玩，你要不要点数字？点一个数字，就是在一到一百多两百之内，你点一个数字，然后我就唱这个数字对应的歌，可好玩了，真的很好玩，你点吗？我被小雨真传染了，我刚才在里面就是说谢谢奶茶，我就一直记住，刚刚跟别人说谢谢奶茶。谢谢奶茶。什么？快删卡删卡！没有，我只有这一个破手机。很多的，你不要害怕，放心，大胆的点，谢谢，快点，三草点。可以自己点吗？也可以，你可以点，但是你不觉得点数字很好玩吗？你们竟然都不爱点数字，好委屈哦。快点快点，想听搞 CP 的歌，是夜蝶吗？夜蝶也不错，我给你唱夜蝶，我可以用两种声线唱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长沙到重庆，大家听好。车次挺多的嘛，因为我觉得两个城市都是大。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而且是有，应该是有高铁有动车。哎，我的这个符号不合适。我知道那个声线，就感觉。哎，这手机破手机怎么回事？大家不会要睡觉的，明天可能星期天的，明天要工作吗？就玩的晚一些。人鱼和夜蝶都可以，你们要，你们快，三草选一首，你想听人鱼还是夜蝶呢？是吧？还是不够爱。我可以一个人唱，其实你想听浮光，那就浮光吧，浮光我也可以，我可喜欢浮光了，真的。因为我唱过，你们记得吗？你们不记得，你们不知道。Hello。爱汪爱汪，来，浮光送给山草。
山草。不够爱。我现在是不是很无聊？然后你们是不是都不能听我说，就不能坚持听我多说几句话，然后就会离开我？我还想唱，我下次也想唱这首歌。我好像唱过两次吧。要多多么疯狂，能吸引你目光，想要在你身旁不知遥望。想要目光碰撞，你却一直躲藏。我在不停追赶你的方向，想要对你表白，想要住你的爱，看着你发着呆，却被现实拉开。爱忘爱忘，爱情在这一刻绽放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只是风光。爱忘爱忘，你是我唯一的信仰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浮光。这浮光真的很好听，我记得我有是和小赖唱过这首歌。想你靠你肩膀，现在变得空荡，回忆充满夜晚，直到天亮。依靠你的肩膀，哼，回忆充满夜晚，生我流浪。谁是谁的最爱，谁是懂我的爱，星空空回不来，被现实给打败。爱忘爱忘，爱情在这一刻绽放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只是风光。爱忘爱忘，你是我唯一的信仰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风光。这首《浮光》送给山草。爱忘爱忘，爱情在这一刻绽放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只是浮光。爱忘爱忘，你是我唯一的信仰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。爱忘爱忘，爱情在这一刻绽放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全是浮光。爱忘爱忘，你是我唯一的信仰。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浮光。这首《浮光》送给山草。还有人想点歌吗？我还有好多。我明天要化妆，然后后天我又要化妆，然后明天又是要直播。我想到有首歌，我最近喜欢的，那首歌在哪儿啊？他不见了。他不见了。第二个主播正常。关机唱了呀，唱了，已经唱过了。这首歌也很好听。
今年的年纪一定要住我本着寂寞的呼吸，尘封视线停止消遣，我唱得多好，刚才还夸我 rap 最好，是吧？哼，那是当然。这首歌很好听。平凡起零零碎碎，是定格，奈何我飞蛾扑火。哇，谢谢谢谢道道道送的暖暖比心，谢谢道道道送的暖暖，谢谢道道道送的暖暖，欢迎道道道点歌哦，你可以点数字。我觉得点数字最好玩了，点个数字就对应一首歌，对，很开心，大家喜欢我唱歌。二二，让我看看二二是什么。我沦为你心痛，你受得了吗？二十二。我有点不忍心，但是这首扑通扑通送给七七，这首奇妙的约会送给道道道，我打电话约了，谁知道我不许跑啊，这首歌送给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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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情绪不够饱满，已经很不饱满了。噔噔噔噔，有耳光券，一个为爱发电，我自己扇我自己的耳光，或者是一个皇冠，我就自己扇我自己的耳光，不需要别人加授予。等他走，他姗姗来到，我气得在心头向他问为何要迟到，就看他衣裙穿颠倒，拖鞋我没换掉，他说为约会心急躁，跟我一样喵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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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弄弄我的头发，和他天天有秘密，用土豪理想，有公有公务一整天，咖啡替你泡，到临别时候那一招，清心更可笑，他不信存在不信笑，我也不信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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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首《奇妙的约会》送给道道道，是不是很好听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果然就是你们想点数字就很好玩，大家一起来点数字嘛，是吧？好玩好玩，谢谢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送的玫瑰花，好玩的苏月，你要不要玩一玩？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玩。怎样的？到底你是哪样的 ？Baby 想要早点睡，感觉一点更疲惫。到底我是哪样的？感觉你是六六。我看看六六是什么。这首歌还好耶。第100首。这首歌还好，我发现我的歌单是怎么越来越多了，以前他们没有这么后面的，怎么他们现在到了七八十呢？看来我歌单一直在增加。六六是小鲜肉，什么是廖鲜肉？哼，不许跑，你怎么能跑呢？太难过了，不许跑，大家不许跑。但是我这首歌不是很会。迈不动情为何长，哦哦哦，好像听过听过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进团早一点就好，然后我就能让你们陪伴我整个什么呢？就是上学时光与我的整个青春，然后就可以奉献给舞台。可是以前都不知道，以前我们在香咔咔你都不知道。我想几期，最好是一期，最好是一期，一期最好了。那时候我多少岁？其实也还好吧，那时候我在读初中吗？对，我香咔咔你们都不晓得。我是读大学的时候，而且都不是我知道的，是我朋友圈里面的人，不知道是谁，后面估计都把他删掉了。然后因为当时朋友圈加了很多人嘛，然后就有人发说什么招募，然后我看见了，然后才了解到的。我什么都不懂。可以续呀，哪有，我就一个专科，其实还挺后悔没有认真读书的。想如果认真读书的话，至少可能还是没有用啊，对于我的这种智商。但是只要你努力过后，你就不会后悔。现在想想，我以前都是玩的多，没有努力过，就会后悔。这真的是一件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努力了，你就不会后悔；你没努力的话，你就会后悔。借三再三再送的一元棒，送了两个一元棒。对呀、啊，我都不懂，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我就人都去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是，是朋友圈有人发报名表，说他报名了，他说我就是大概截了个图，他说他报名了这个，希望自己能进。然后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让我看看，我也报名。没有啊，不是招募啊，只是我朋友圈有人报名了，但好像。对，我选上了，但是好像他没选上，因为我记得过后不是亲了一波不太熟的朋友，都要不论男女，只要不是什么亲戚啊，就是除非你是亲戚关系，或者是真的是就是亲的，就是兄弟姐妹这些就不会删。然后除了那种就是要像学校里面啊，就同学你知道吗？同学都没了，我同学都删光了，我同学只剩我闺蜜。就通通我们好严格啊，一进来什么都全部删完，就把自己以前的圈子抹得干干净净的。
我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？我后面都没看见他，好像都没印象了。我不知道，挺好的，重新开始，对。对，带水源的，对，我就是我的像那种表哥啊那些，我都想把它删掉，我就不用还钱了。没有没有，但还是能找到我的，他照样，不是他照样能从老家找到我，虽然哪怕我不加他，我把他删掉，他也能找到我。你还得搬家。没有阴晴圆缺，冰冷的太决绝，人都会去水边，还如当年初无热恋。你该不会把它想把它加删掉吧？我这个删不掉，我真的最讨厌面对债务了，我一想到每个月要还，我又要还2000多的花呗，我就伤心，好伤心，每个月都要还花呗。多少红颜碎，一生为留恋。那把它记忆删掉，我也想。我就可以不用还那2万块了，2万块啊，我如何才还得完啊？真的是太难过了。你说这个社会上挣钱怎么这么难？妈妈帮你记着，哼。100万鸡腿还完了，什么100万鸡腿？我有100万鸡腿吗？就差你的100万鸡腿了，就差你的100万鸡腿了。一只眼睛牵成50万鸡腿2个月，对啊，但是你知道50万很容易吗？我现在连20万还差一点点，不过也不差很快了。没有吧，可能就是太穷了，就是普普通通人拿得出来几万块吧，就是如果自己打工然后能存钱的话，普普通通的几万块肯定是能存到的，只是我没存钱，还差一点点吧，感觉我也不知道，没看，凑上20万，对。那你想不知道他跑了，还有3天，没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想，大概还有，还有2-3万的样子吧，反正2-3万的样子，忘记了。没有仔细看，我反正昨天还是前天看的。没有啊，你们不用觉得惭愧啊，你们肯定是，我说实话，你们肯定是有啊，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家庭条件，就家庭环境和就是想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然后种种一切都是不一样的，不能这么比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富贵，什么真富贵？我觉得你在说哇真富贵仿佛在嘲讽我，我不喜欢听到这个词，过于懂事，我也不想，我很讨厌懂事这个词，因为不是生活所迫，我也想做一个不懂事的人。也没有，就是有时候觉得吧，有时候懂事啊什么就是不太舒服听的，你知道吗？说啊、哎、他挺懂事的，哇他挺什么什么的，就
哦，他就比如有些人说啊，他挺会，那叫什么，那个用词叫什么呀，我突然忘记那个用词了，就说反正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懂吗，就会让人听得很不舒服，因为有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选择的权利的，如果有选择的权利，谁不想自由自在的想干嘛干嘛，就不用在意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在意这么多，也是没办法，是吧。对，每日的人生课堂，不是也不是说那个嘛，就是我忘记了那个词叫什么，也不算是懂事这个词，这个懂事还是还好，那个词叫什么呀，我忘记了。还有些 KY 说哇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总觉得有一点听到不算是特别那个，虽然吧我知道有时候吧，就像我说，有可能有些人吧，他虽然很穷，但是他其实有自尊心的，请大家不要一直用什么啊好可怜啊什么，他就是把一些词情经常拿到挂在嘴边边上，我觉得会不舒服吧，真的会不舒服。孝顺哦，说到孝顺这个词，我担不起，不是说不开心，而是觉得问心有愧。没事儿，这个名字也可以啊，就是不是说不开心，而是觉得问心有愧，所以就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词语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尽力，我可以。没有那么尽力吧，可能人都是自私的，就是你在对一个人好之前，前提你还是为自己着想的多，所以我也不算是特别孝顺的人，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。谢谢依依送的一元棒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担不起。但是不吃饭吧，不是吃饭这是一点，就是我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还是会买，就比如有些人说你既然这样你可以省得呀，你那些东西都可以完全不必要，你知道吗，可是我省不了，我还是挺自我的，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还是会用，我还是会买，你懂吗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吧怎么说呢，哎。人之常情，对，人之常情啦，但是就是说其实问心还是有愧的，就比如妈妈现在在医院，我也没有钱给他们，就是我知道他们可能在医院，我只能说一些口头的上的，就像有些时候就是口头关心，你们懂吗，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，其实还挺难过的，只能看我下个月的工资有多少了，我可能给不了他们，因为我要还话费，我2000块钱的话费呢，我感觉给了话费，然后自己再存一存，我想存钱买相机，可能存个几百块，然后我穷可能没有，但不够啊，我妈妈她手术要花10000多呢，然后还要住医院，什么住院费，还要吃的东西，我爸爸又不怎么会做饭。然后我也想我爸爸吃好一点，还有生活费，你们不要觉得柴米油盐没有什么，其实柴米油盐还挺那个的，就是每天买菜吃东西水果啊，然后各种的花销什么各个七七八八的，我怎么好意思问我姐啊，谢谢 SHIORIN 送的巧克力，不是给好用的说嘛，没有吧，我亲戚还好，快点说，你不要，没有，是因为我姐姐在有些时候，就像去年吧，2020年的感觉，我其实没有给多少，我家里面只有我好像是2020年年底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人给我充电挺多的，就是我 B 站充电挺多的，我觉得那一个月我给了挺多的，其他的时间我其实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了，我几乎没有给钱，你知道吗，2020年大多数都是我姐姐在撑着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说这件事情，你懂吗，就是我没有资格说姐姐你为什么这一次不给钱呢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在我没有给的时候都是我姐姐的，所以我没有
什么要听破防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懂。所以就是我，你懂吗？马上走掉。没有没有，就是，哎，我其实这个月还给的还是挺多的，比如这个月哦，上就是这个月，就是什么充不是充电，就是上个月有50万，然后还要加退税什么的，然后刚好我妈妈又做手术，然后还有各个七七八八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存到钱，但是很开心，我存了1000块了，好像快1000块了吧，没有存到1000块，好像快1000块了，但是我花呗欠2000。然后我很开心跟他说，我说我存了1000块了，但是我花呗欠了2000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笑人。我下个月如果啊，我已经算好了，如果能达到20万的话，我就有1800的奖励，加4000，是4000加1800吗？我至少有4000块，然后再加我的底薪，再加我的那个各个方面的什么，扣完税我起码应该也有5000吧，我觉得应该有。那腿没有意思。哼，还差快了，我觉得加上今天的话应该差2万5吗？对，大概还差25000左右。对，只有一次，不过还是很开心啊，是不是最低？我们底薪只有1760。我们的底薪只有1760，我们扣完税把我们一般扣税就把我们的底薪扣掉。我们哎 CKG 真的是可卑微了，1760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都靠粉丝的为爱发电，所以都很感谢你们。虽然知道大家都不富裕，但是还是很感谢你们每次给我丢一点丢一点，我每个月至少就是还能有就是15000，就感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，就是很感谢你们，谢谢 HOMMY 送的奶茶，打工人都比这么个高，为了梦想，对呀。对呀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是我粉，真的是靠我粉丝把我喂活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2000的花呗是因为生活用品嘛，比如洗头发啊、护发，你知道女孩子真的很麻烦的，化妆品啊、什么东西啊，买偶尔出去吃一顿饭，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，然后 AA 嘛，就是其实就是这种生活，因为我们又不包，就是生活又不是。不包的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弄，然后可能就比较花钱，然后偶尔会买买衣服是吧，然后买买一些小东西啊，买买什么，就比如像头饰什么的呀，为了相公演好看，为了没办法嘛，偶像至少还要像偶像的样子，然后我每天几乎不出意外的话，每天只吃一顿外卖的话，有时候点贵一点就贵一点，有时候便宜的话一顿也就10几20块钱，然后大多数都是粉丝喂火的，就是大粉丝给的炙热火锅，然后饿了好的吃一包炙热火锅。嗯，但不也不是说我就是可能只花一顿的钱，然后另一顿可能就是吃粉丝给的零食炙热火锅。谢谢柠檬山茶送的茶山送的1元棒。对，我在外面吃成本高嘛。我觉得等会儿应该就可以下播了，我都困了。对，一般1.5顿。我的眼睛开始下。我知道饿了要吃饭，知道的。我吃饭呢，吃呢。所以就是很多钱，几乎我觉得我每个月也要花几百块钱在点外卖吃上面。不说100块，我觉得我2000有1000就是我吃完了。因为我真的是有时候就每一周我都想去吃个好的，就比如吃个蛙，吃个火锅啥的。
然后再吃个什么什么的，谢谢特特的奶茶。对，明天再尝。然后反正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再买点小东西啊什么的。对，我很生气。昨天我好不容易喝奶茶，我跟你讲，我喝奶茶喝的很少的，除非粉丝公演的或者是握手会送我喝奶茶，我自己很少点奶茶的，真的很少点奶茶。我昨天点一次，他竟然那么对我，啊，他怎么那么对我，啊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对，很自愈，而且累了去金色音箱按摩一下，然后还可以狂吃，真的很。很开心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家欢迎大家来重庆看我们公演，顺便去金色印象体验一下，真的特别棒。大家可以给你按摩，然后还可以疯狂点吃的，你可以点小面、抄手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好吃的，还有盖饭。我最喜欢就是每天一进去，我就说来一碗抄手，然后再点碗饺子，再碗一碗小面，然后再要一碗盖饭，再要一个。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？我都要通通点一遍，我等等，我都要把所有东西都点一遍。有时候我还有两碗。我就不饿了。你不饿了，我饿。像我俩的，对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你吃啊。你能给我一个吗？随便拿我一个。爱你波波。什么什么？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能人下面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有点气氛草饭啊？没有吧？谢谢废柴宁村的远棒。嗯，等会儿我们打算去点个外卖吃。点蛙，你不吃了吗？你不吃了，你要睡觉了。天哪，左心不吃东西，直接洗漱。对，真的可以直接住金色音像，特别好，只需要缴20块钱的住宿费就可以了。但是好像你要晚一点去，我给你们安排啊，你们粉丝来重庆看公演就这样啊。谢谢切尔西碧拉欧冠送的1元棒，20个1元棒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可以这样来，你们晚上看完公演过后，你们就约饭去吃一顿火锅，吃久一点，然后吃完久一点的话，到那个什么11、12点的时候，你们就去按摩，然后按摩的时候，他就可以，那时候的话就可以加，就是加20块钱，你就可以住宿了。如果你去早了，他是不可以的，就可以留宿，报名字不可以免费，他可以，你可能会还会被赶出去。我跟你讲，特别好笑，有一次他催了我们好久，从下午什么3、4点就一直催，催到晚上5、6点，我们终于走了。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压到我的底线，说亲，如果在几点之前我们还不离开的话，是有50块钱的加时费的哟。他说的很温柔，我当时想什么加时费50块，走了走了。对，我立马提起包包跑路。没有没有，他不认识，要把上次的欠的付了。哼，我也要下了，我再播到20。你们不是说点蛙吗？没有人点吗？好突然，因为想饿了，想吃蛙，有没有大佬续费？一个暖暖就可以续费10分钟，然后发现等会儿没有人想续费，去吃吧去吃吧，让他们来点，你点会出问题的。我没点啊，我就是想让他们点，
我真的是，我好像有魔杖，我跟你讲，是我上面施了魔法。我点外卖也不是说次次会出问题，偶尔会出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偶尔度，你就不知道是哪一天会发生，你知道吗？可我不想吃饭，我想吃鸡腿。不是我账号的问题啊！谢谢芒特丹 C， 谢谢而送的冷暖，欢迎点歌，来，快是点个数字吧，你快，我们一起来玩，点个数字。点个数字吧，我们播到12:30，然后就可以下播了。多么重要，这首歌很甜哦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你陪着我闹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的一个依靠，拉住你一脚舍不得去放掉，只要有你在就好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对着我笑，想要你一个拥抱，我也想和你慢起慢慢变老，点233，好的，233，好后面啊，233，没有233，你可以缩短一下23或者是33，我没有那么长的歌单，我只有100多，没有，快，255，给个歌。哎，这首歌也挺好听的，它很可爱，它像个那个，这首歌叫小莲兽，你们听过吗？小莲兽像是有点像可爱的那种歌。住在蓝色的上海里，头上四个饺子一身轻灵，他和爸爸妈妈幸福生活在一起，日子过得快乐无忧无虑，连除夕夜晚到了那一天，爸爸妈妈总是站在分离，这次他们说小莲兽你已经长大了，也是时候去完成我们的使命。有点像儿歌。人在小城里，红灯笼照满地，花儿骑马，花市小雨热闹不停，可是灵兽的出现当然多喜庆，他们被鞭炮噼里啪啦赶到村里去，呜呼，呜呼，到了年初，连我想念这一天，小莲兽跟着爸妈带到人间，哪怕还是会惊慌失措，回头吐吐脸，但一想到大家能团圆，哭也甜。小镇里车子里，红灯笼照满地，欢声欢喜小雨热闹不停，可是猎兽的出现好像打破了信心，他们被鞭炮噼里啪啦赶出森林去，猎兽很委屈，哭得很伤心，不懂为什么不受人们欢迎，妈妈说我们是迷失，为了温柔提醒，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团结，用爱相许，猎兽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告诉你，理想太久记得要回家，团圆团聚。好，这首歌送给芒特什么，我芒哎丹西啊，先说谢谢预言送的暖暖，你们前面那个我一直记不起，我就想到芒果，谢谢预言送的暖暖，芒特丹西切尔西，然后刚刚那首送给你，然后这首预言可以点歌。
我靠，真的、哦，你干脆叫芒果的了，芒果切尔西。芒果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了，对，这个月有望。没有，真的我觉得很难记。减点二十四，好的，预言点二十四。二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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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二十四，这首歌还可以。这首歌叫哪样呢？哪样呢？这首哪样呢？送给预言。妈的改名，他真的芒果多好啊！我是这样的，可能你是那样的，可能大家相互猜忌，剧情到底是那样的，可能我会早点睡，今天感觉很疲惫，可是半夜打开手机，我又想起了那个谁，到底我是怎样的，到底你是那样的 baby 想要早点睡，已经感觉很疲惫，到底我是怎样的，到底你是哪样的，你要问我做什么才能够摆脱这寂寞。他不是儿歌了，有谁跟他们比比我是第几位，不想再回味这苍白却入睡。这首哪样的送给预言。我要对你如绝不是跟你玩游戏，为你心动，直到你输了三二一。我是这样的，可能你是那样的，可能大家不想到底是那样的，可能我会早点睡，今天感觉很疲惫，可是半夜打开手机，我又发看那个是，到底我是怎样的，到底你是那样的 baby 想要早点睡，已经感觉很疲惫，到底我是怎样的，到底你是那样的，你让我做错什么才能够摆脱这寂寞。 Oh my god，是很伤心，为了拼命动心，进入你的陷阱，不想逃离自由，是我们嘴唇太过火，想你一起躲被窝，眼神捧着在上桌，勇敢就不会太寂寞。是这样的，可能你是那样的，可能大家互相猜彼此到底是那样的，可能我会早点睡，今天感觉很疲惫，可是半夜打开手机，我又翻看那个谁呢，我想知道你是那样的，我来了，你是哪样呢？这首哪样呢送给预言。对，他被我头发给弄缺了，你能相信吗？我这个是自己头发把它梳缺了的，就是一梳他自己断掉了。点首专辑，什么专辑？谢谢这些张二跑吗送的一元棒。对，就是输了一下，他就啪就断了，就很神奇，就很神奇。我的梳子都这一把没有缺，这把缺了，这把是绿色的，这把是黑色的。绿的吗？为什么喜欢绿的？是因为你们喜欢绿。谢谢月是永远送的玫瑰花，你们想要带点绿才会过得去。哪有、哦、谢谢秦叔送的一元棒。我给你们送一首歌啊，谢谢猫头鹰的99个一元棒，已经谢谢。
没有，它绿中间带点红呢，是吧？谢谢猫头鹰的九十元棒。我给你们送一首歌，这首只不过送给你们大家，送给你们所有人啊。送啥歌？只不过啊，这首歌很甜，我刚刚听到了，我就突然想起了，真的很好听。告白的话已经听了太多太多，还老是跑，不是啊，没有，哪有人喊你们，是吗？我也觉得呢，这首歌很好听。不想有听谁诉说，想要被你的很低调，让我在你心里多么重要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你陪着我闹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的一个依靠，紧紧你一脚舍不得去放掉，只要有你在就好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你为我笑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拥抱，一生日历一起慢慢变老，成为相互的依靠才是重要。我后面真的很过分，我跟你讲，之前那个姐姐她太敷衍我了，她分的也太歪了吧，你看我后面，天哪，真的我觉得菲比不，她真的好真的好过分，她真的好敷衍，好敷衍啊，真的。想太多爱太多，什么都变得很多，想听你变得不错，谁写的词都说我难以琢磨。啊，我都很伤心，真的，他太敷衍我了，不敢，他脾气可大了。我多么重要。只不过是想要你陪着我闹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拥抱，拿住你一脚舍不得去放掉，只要有你在就好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你对着我笑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拥抱，我也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成为相互的依靠，我真不别我闹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依靠，拉着你一脚舍不得去放掉，只要有你在就好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你对着我笑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拥抱。我真的，我后面特别丑，不过你们好会安慰人啊，你们嘴巴。没有，后面很丑，你知道吗？姐姐特别敷衍我，我就是想多尝试一下发型，结果，哼，我看到我后脑勺我就很伤心，只能看前面，不能看后面，不能，后面保密，后面真的特别，就是要乱扎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，后面，你看嘛，后面真的像在乱扎头发，你说是不是？比我自己扎的不如。我真的很烦，明明哪怎么可能有个，你看我分到这边，这边就往这边分，真的是气人，哪有，气死我了，我跟你讲，不看，拒绝，气死我。真的很难过，坏女人，对，坏女人，还说我，
对，一个暖暖看一次。骂你呢，坏女人。不，我骂他呢，坏女人。你还不去上银行？我哪有？我要休息了，还有六分钟，再播六分钟。666，再送你们一首歌吧。说点什么呢？这首歌吧，想听 rap， 你真的确定想听 rap？ 我们来安静一点的歌吧，反正要下结尾了，就安安静静的睡睡觉。想看没有？后脑勺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前面。等我后脑勺等会长出一张脸，吓死你！你说不要悲伤了，他立马就换了，讨厌。没有悲伤的，那就听这个吧。你们太傻，这首歌叫你们真的是太傻。这首很可爱的歌。干嘛要将室内的温度降到零下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也非常尴尬？总要找空闲的日子约我吵一架，你很开心吧？今天哈哈过了。肚子痛要高价，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的事情能有多大？吃了五里一圈还要涨价。你的霸道我知道，这样的女孩牵着我的心跳，只对你感冒，只要你无聊，哪怕要摔跤也想会跌倒。我真的是太傻，明明真的很怕小白兔大灰狼的童话。顺着你的想法得到你的引发，那种喜悦我没有办法。我真的是太傻，明明很想回家，能不能说句体谅的话？我像一个哑巴，等你给我出发。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大。这首歌我觉得很挺好的，我上学威龙不是给你唱过了吗？哈哈粉，哈哈粉也不错，我现在每天都唱这些，我每天都会唱的，放心啊。那些天生黑的疼都全把零下，知不知道你这样我也非常尴尬。总要找空闲的日子约我吵一架，你很开心吧？不就是肚子突然肚子痛要高价，其实这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的事情能有多大？试了你一圈还偏要涨价。你的霸道我知道，这样的女孩牵着我的心跳，只对你感冒，只要你无聊，哪怕要摔跤我也先会跌倒。我真的是太傻，明明真的很怕小白兔大灰狼的童话。顺着你的想法得到你的引导，那种喜悦我没有办法。我真的是太傻，明明很想回家，能不能说句体谅的话？我像一个哑巴，等你给我出发。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大。小白兔大灰狼的童话，顺着你的想法得到你的引导，那种喜悦我没有办法。我真的是太傻，明明很想回家，能不能说句体谅的话？我像一个哑巴，等你给我出发。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大。好，这首歌送给你们，然后还有一分钟我们就可以跟我说晚安吧。
我们就可以再见啦，明天再见，明天我也会那个的，就是直播的，我们明天可以再见哦。对，圣诞公园已经规划好了，明天我还要学舞，我还要好多事情做。还好吧，不忙。明天我还要拍照，不是欠你们同学还没有制作吗？明天去拍。那个摄影师说明天有空，但我好害怕他割我。他还没有说话，他今天他还没有联系我。他如果割了我，我就生气了。对啊，要结束了。对啊，下周也很忙，然后马上就要到我生日了，加油加油！谢谢月秀妍送的七个金元宝。不会吧，你不要吓我。那我可能只有四月底才能做出来了。啊，这首歌也很好听，送给你。丢了期盼，生活也变得简单，沉默的好自然。对，大家我的生日是4月10号，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哟。不要下次，一定大家都要来。拜拜，我要晚安啦。晚安晚安。下次不行，你们这次就必须跟我过来。必须过来，我还马上还。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。我不是那种不还钱的人，我都会还钱的。拜拜拜拜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。